对，我们第一次能看到，就近距离的看到女排队员。你看看这个身高比，我官方身高1.70米，差距还是很大的。我看这一次你这场比赛打得特别特别拼，你是不是特别累呀？确实有点，因为前一场比赛也是打了5局延迟了嘛，所以我们也是在叫做准备活动的时候，可能时间相对拖了一下吧，然后可能今天特别又打5局，确实是有点累。